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看我们现在来到了哪儿？昨天连夜来的，到这儿以后夜里一点了，然后来到这儿，我们开始开工了哈，带着整个团队来的，来放个道。一二三，我是 Mary， 我杰克，我是玛丽，我是 Lisa。我们现在都有英文名字了哈，以后叫我们的英文名字啊。然后我们今天上午把院里头已经收拾好了，这个小院今年是不对外了，以后呢就是我们的员工宿舍了，是哈。是的。现在我们去大院啊，有一个重要的活，我们下午一定得搞定。必须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大院了，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给这几个杏树剪枝。上回我们说找村里头人看能不能给剪一下，给点钱。300块钱找不着人，没有人愿意接这个活儿。现在我没接，我接。今天咱这样哈，咱下午把这剪完以后，咱拿着300块钱，咱去吃饭去。行，行不行？本来我跟你说，是一锅大鹅的事儿。对，一锅大鹅的事儿是吧？两个小时我有搞定。没问题啊，来领一下这个工具啊，这是 Mary 的。是 Mary 吗？是 Mary， 新名字有点记不清啊。你是 Jack， 我是玛丽。我去，他是玛丽，这是玛丽。来，这个 Jack 的、啊，谢谢。我自己的哈、啊，我是 Lisa。Lisa 啊，刚才我们数了一下，这么多杏树，一共是18棵，我们四个人分工啊，一人4棵半啊，谁负责的谁剪完结了果谁吃啊。好，行，谁也不争谁的啊。我这4棵，我这4棵，我要重点嘞。这剩下都是我的了啊。现在是1:09，我们看看几点剪完啊。现在是1:45，全部剪完了。我咋有点不敢相信呢？这300块钱挣得太容易了吧？主要是大鹅期间，剪了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都剪了。这个点吃大鹅是不是有点早呀？院里还有好一会儿嘞，你还吃大鹅嘞？走，院里边咱们也要分个工啊。我跟 Mary， 我们两个负责院里边的草坪啊。啊，你跟玛丽，你们俩负责外边的花盆，行不行？好的，杰克，开工。现在是晚上6:06了，经过 Mary、杰克、玛丽的共同努力，我们把院里头全部都清干净了，已经。这会儿可以去吃铁锅炖大鹅了哈，走。走。干啥去？里边一个人都没有。这能什么东西 ？Hello， 老板，大鹅有吗？有啊，炖大鹅。炖大鹅啊？有吗？有。我们点了一锅大鹅，然后咱四个一人再点个菜吧。行，我来个椒盐蘑菇，我要个松花蛋，我要个干炸小黄鱼，我来个果仁菠菜。哇，第一个上的就是我点的呀，谢谢啊。来，这是谁的？玛丽的。这是 Mary 的。Mary 的。咋弄的这个一点了？名字老记不住。这是谁的？杰克的来了。杰克的。这个叫杰克啊，注音说对一次。杰克一下。哎，玛丽的来了。哇塞，玛丽的砸糊了。玛丽好不容易点个鱼没砸。又砸一遍。他叫玛丽。对啊，我以为你说这个那会儿点的菜就可以。我叫杰克啊，杰克。那个小美女叫啥呀？我叫 Lisa。 那个呢？他叫 Mary。 哎，我去，笑不活了。